让韩系的美妆在今天的国际美妆展上面大出风头。好，票拿在手上啊！国际美妆展开跑第二天，一早就涌进上万人潮，厂商寄出商品一折优惠，吸引买气最抢手的就是它。去鬼堂干韩国的，韩国现在有很多新的产品都一直在出现，就还蛮常在网上看到的。韩流来袭，水水抢搭韩风，像这款韩国彩妆第一次登台试卖，慢慢挤出 CC 霜，刷起来质地清透，妆感服帖，自然裸妆效果成为主打重点。可以画今年很多很流行的颜色，比如说比较粉嫩的啦、粉橘的啦，或者是比较珊瑚色的颜色，都可以来做搭配。女孩风韩妆，妆前保养更是重点，就有业者推出抗菌妆前乳液，号称有99%隔离效果，擦上去就像涂了薄薄一层膜。我需要比较贴妆的感觉，我害怕那个厚重，对，然后它的话是还蛮舒服，而且也比较不黏腻。韩剧发烧，让今年美容展纷纷吹韩风，业者估计买气至少增加三成。记者吴瑞芬、郑仁忠台北采访报道。